看什么呢？伴侣。你有了？你才多大呀？你就。好巧啊，嚷嚷。这眼睛够大，够圆了吧？好巧啊，嚷嚷。你看，我今天没骑车，我要跑步回家。跑步回家？嗯，我特别热爱运动，我特别尤其格外的热爱运动，一天不运动我都睡不着觉呢。行，那你跑步。我等公交。让让，需不需要我陪你？你开个口，我可以陪你的。不用。不是要运动？运动每天都能运动，但又不是哪天都能跟你一起回家。你走近我，伸出你的手掌，紧握着我的手，你又放。习惯每天都有你。让让，你每天都走这一路吗？嗯。我回家也是这一路哎。你哪站下？有点远。有点远是几站？五站？六站？苏在在，南京。好。像在一个美好的晚上，写着一首歌来给你唱，想要对你讲，夜晚的每个模样，融化成最甜蜜。我们现在也算认识了吧？你除了知道我叫什么名字，你还知道什么吗？不知道也没关系。我现在隆重给你介绍一下我自己。我呢，眼睛又大又圆，发质也挺好的，食量大，还运动。伴侣，每天陪在我身边就行。什么样？什么样？他发质柔顺，而且还聪明。最重要的是，我粘人，可粘人了。我就喜欢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跑。你看什么呢？伴侣。你有了？你才多大呀？你就……你之前说的伴侣是宠物啊？眼睛大吧？大，又大又圆。